自从我出行以来，大家呢都说我应该减肥了，我呢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所以今天我带着我的爱犬孙岩一块儿种种地减减肥。走吧，小短腿，腿特别短。其实我跟你说，咱俩胖哈也不赖咱俩，就赖我。我爸和我妈养我说我也没胖，因为我一养你给你养胖，然后又养我又给我养胖，养狗又给狗养胖，养马又给他们养马，马养胖了。你说这个是不是赖我爷？好，你真有病。哎呦我儿的，长这么大第一次种地呀，岁岩也是哈，四个啊岁岩，别放多了啊。半小时后，你说我现在我脑袋怎么了？你说我有的时间我把视频编辑编辑不比种地强吗？这块地咱不说别的啊，这块地能不能种好5块钱？真的，我做视频，我做视频一个还能得200呢，我不有病吗？你说我在种整一天了，怎么寻思的？你说啊，咱俩还不会，在这还笑啥？你笑啥？你有病啊？都是体验生活，就开始不会整，现在熟练了。你看刨坑就是这么就行，然后叫咱俩种地往里放种子，哗哗完一倒完事儿。也就是说咱从那边种到现在能挣多少钱？这150差不多哈，咱去年那个菜也差不多是150多块钱。笨的，那你以为种地能卖多少钱啊？外面的地已经种的差不多了，院子里呢还需要种一些，但首先要往院子里运一些土。门前的这几亩地我们已经承包了3年，非常小的一部分用于停车，剩下的再种一些无化肥的食物。冷裤衩子都露出来了。你不提醒我？我这么提醒你了吗？我视频整这玩意儿，整一天能不挣200块钱啊？你整视频，你搁那坐着，你能减肥吗？这能让你健康？我整这我养不了狗啊。你要是死了，狗谁养？这不能让你健康吗？我还想放屁呢。壮个儿，孙岩。不壮的吗？使点劲儿。这白疼了，你还笑？怎么不起来呀，我呀？表现像弱智似的。哎我，我没测出这点儿。大约在一个小时之后，我和我的爱犬孙岩种完了地，种了一些香菜、菠菜，还有小葱。最后我吐槽几句，我现在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，因为想在农村挣钱太难了。种地本身就不挣钱，还要看老天爷高不高兴，当年的行情怎么样。原本就不赚钱的事儿，变得呢难上加难。每天被孙岩侮辱，我就是有时候，我感觉你哈、啊，就说的可有道理了，然后转过来看一眼，然后就憋不住乐。为啥呀？你哈、啊，就是你脑袋这么大，老大了，搁这边干。还没有脖子，让那脑袋坐底儿了。天真的，每次你讲的很有道理，感觉像人设很帅的时候，一转过来这画风就变了。哎、你自己看，你转过去，你转过去让他们又。就是你这个体型，你注定成为不了帅哥的原因，就是可爱系、可爱派。你转过来啊！我和你。年薪红烛的秋春，你转过去。你说如果发朋友圈啊？我不发朋友圈。你干啥呀？这不，你转过去，我给你看嘛。这玩意儿就是有图有真相，你自己点一看来。我看着了。你自己都记这么多乐啊？这大脑瓜子。不想被侮辱，我要减肥了。这个呢是我去年8月份买的，到现在已经过去快16个月了，看这都放上东西了。这里边的东西是一个动感单车，
当时我就想减肥，但我今天提上日程了。我就求助于孙岩呢，给我拍个开箱视频。他给我拍的呢太黑了，好像呢黑熊成精，细节呢就不给大家看了，反正呢你想看也看不清。你看那片大云彩都黑了，这么沉吗？这么沉吗？这么沉吗？比你还沉。为了向你们真正的展示这个东西，然后给你们这么拿上看一下。其实鲁鲁你也不用太认真，一会儿哈，一会儿你就给他组装上，拍一个镜头，完了你上去蹬拍一个镜头，完了你要是没有汗我就给你喷点水，然后一个镜头就结束了，完事了呗。你也就是作秀小王子，也不用。我这把啊，我指定是带有效果的。我每天我都发我的体重，啊，发体重，今天241，明天242，后天243，逐步的增长，稳定的发展。哎，我有一个原来同事，他就是动感单车教练，完了天天发，他就是他家有点放音乐，点架上，吼，跟着我一起来，吼吼吼吼，就这样的。下雨了，本来我还想跟大家展示一下我高超的骑车技巧，但是下雨了也就展示不了了。天空不作美，我不能往上飞啊，不作美呀、天空强制展示。怎么了顺子？干啥顺子？干啥顺子？干啥咋的？你藏你的藏太多了呀，藏技巧藏技巧藏技巧最后呢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我叫孙岩，今年24岁，属虎的。感谢大家的喜欢哟，拜拜。你要疯啊！一个苍蝇拍吗？这不啊？孙岩向我展示了一下该怎么玩，我当时呢，心情非常的足。啊。就我这个，我打这玩意儿老厉害了。游戏这一块，游戏这一块我绝对猛。来，往哪干呢？你怎么这么笨？你叫爸！你都叫出了回音了，是你叫的爸。对，哎，小孩，小孩吐了，小孩吐了，小孩吐了，吐了。你换运动鞋玩的？啊，我妈发球行。哎，就第一声发出去，然后再回，再使劲打，然后再使劲打，他就来回就鞋，使劲打一，使劲打。对。你都怕你把板摔我身上，真的，你轻点吧。运动完呢，来到了最关键的吃饭环节。我现在和小旋风一样，属于是食草类动物，吃的呢都是蔬菜。这个是，紫色的生菜和。这一趟就是这边这一切都羊驼都能吃，这个就是我吃，这属于羊驼套餐。这菜不是羊驼套餐，都能吃。晚上11点，啥呀？借我睡吧，我给你铺被，你借我睡吧。你为啥在客厅睡呀？你是不是想半夜偷吃？偷吃啥？我偷呢？我偷吃。你放心睡觉吧啊！你放心吧，姐，你就放心，放100斤，你把肚放心里啊，你就睡觉就完了。你干啥？你干啥？你有病啊？你干啥呢？我闻一闻，不要，这是吃不要闻吗？你是不是想偷吃啊？我不就是闻，我说闻一闻，你就说闻一闻我就放了。谁吃啊？这年代谁吃这玩意儿？谁吃这么辣的东西？绝对不吃，王叔。那你干啥？睡觉。喝水没？他喝水吗？这早上吃肉去。